这剧《暮色新约》的导演转发了今日海报物料，并艾特了两位主演袁嘉伦、杨颖。这部剧一直没有官宣番位，今天也只是发了海报。目前粉丝默认导演艾特的顺序就是番位，袁嘉伦一番。Angelababy 粉丝集体破防，在评论区指责工作室不作为。你觉得 Angelababy 能压翻袁嘉伦吗？